什么叫做两口子？两口子就是从友情走向了爱情，再从爱情走向亲情，爱了一辈子，闹了一辈子，吵了一辈子，怪了一辈子，怨了一辈子，却依然还在一起。我有脾气，你清楚，你有缺点，我知道。白天两个人吵架拌嘴，晚上却依然同床共枕，愤怒的时候说着伤害彼此的话语，却依然过着不离不弃的生活。其实呀，两口子就是柴米油盐过日子，省吃俭用养孩子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吵架，因为在乎所以才会操心，嘴上说着讨厌，心里却把你惦记。其实两口子就是坎坎坷坷一起走，大起大落不放手，您说对。